几天心情还好吗？这几天有跟主席聊过小草咖啡店的事情吗？哎，秀萍，你今天帮我请假好不好？因为我今天又没办法出去，我本来以为说我可以出去啊，今天你帮我那个电话。啊，对对对，你说能不能够把他，就是看他如果说特别门诊不要来的话就不要来，啊，如果他真的要来的话就请就是转诊到别的地方，转诊到别的诊去这样子 ，OK， 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夫人可以跟我们聊一下那个小草咖啡店的事情吗？因为早上主席是说是太爱小孩子，所以帮儿子先开了一个公司，但是你在脸书上面好像是说之后你退休之后再当负责人。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大概解释一下这来龙去脉？因为现在已经被列为被告了，要替自己稍微辩驳一下吗？还是您还是希望在脸书上再讲吗？这几天心情还好吗？拿一张椅子来给我坐啦。还是佩琪姐，我方便上去，我们在上面讲。我请假了，我要走了，能不能有一个位置让我走？要不然就拿个椅子来给我坐。还是我们往上面比较不用了啊！我要走了，那我又没有椅子可以坐，啊，不然就在这边要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那就那就站着坐。我一般上去了，上去了。那我们往上吗？我们往上。走。我也蛮耐战的。陈医师，那我们让一条路给您。好，我们往上。你要往那边了吗？回家。我还有人生，我还有人生自由。我们方不方便一点点时间受访，然后让您继续您的行程？我现在还没有请假，拜托。谢谢。那我们就，哎，您下往那边吗？那，您我往那边为什么要跟大家报告呢？帮你就拿个椅子来给我坐嘛。还是没关系，那我们，搬一个椅子来给我坐啊！就是我坐在那边都没有关系，我要坐多久就坐多久啊。